像这种没有障碍的地图非常适合电玩鲁班的操作，一开始就让红毛怪吃了三炮，红毛怪还想抓鲁班，没有喷射器的他是很难的。好惨的红毛怪，刚落地就被鲁班打飞，还不到几回合就被小鲁班空中秒杀，不知对方会有何感想。孙悟空一上场就火气十足，还不赖，居然躲过了鲁班的大招，不过要靠近小鲁班可没那么容易。现在猴哥的身体发亮，明显是有大招要时刻躲避，不成想这么快就把猴哥解决了。海哥上场也有些暴躁，但很快就知道小鲁班的厉害。这才两分钟不到，小鲁班就串三了，三倍的快乐你想象不到。